超啊！你这两粒哈，赶快去处理掉，好不好？好凶，手发今天要不是。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，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哎，对呀，这是一个球拍。对对对，看他球。他今天好凶哦，不要这样，真的打。奇怪，大力了吧？不是，他这个会摔的。是你装太大力了，你搞那么大力。因为我这一次要挑战是跑步机，所以我就是装了一个，就是哦哦。哎，那这个是怎么前面还有东西啊？这个是胶带了，胶带，因为怕漏点，因为我刚刚跳一跳变四个奶。可能吧。跳一跳变四笔出来。传说中的丝瓜奶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一次要挑战跑步机，所以就要装大一点这样子。跑步机上面对跳舞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，那么就是疫情的时候，之前我会每个礼拜健身，然后我都会在边跑步的时候就很想走秀，然后就拍了影片，然后制作单位就觉得哇，好像可以拿来跳舞。有啊，他们这个在网络上，他们有几部跑步机，有没有？他一起编排成一个舞蹈，那个也很好看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比那个好看，我们再来啊。嗯，不一定，感觉不一定，好心虚哦。对。你不看我没关系，但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，你一定会看。哦，谁啊？两个女生跟你一起，波涛汹涌的一个表演。谁？这个是拉拉跟我们的陈宇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哇，那这个要看，那这个要看，好吧？那你会站中间吗？啊，跑来跑去。其实你可以左边或者右边选一边，这样我们打马赛克方便。我很久没来录影，但因为练这个真的难。OK， 因为他那个速度很难控制，而且我们要在上面做一些劈腿或什么的。其实蛮危险的。哎呦，当然危险啦，对，一不小心滑下来，对不对？你会很开心。对，如果滑的是他们两位，我多难过。因为我们怕你一复工又要停工。好好加油了，带来火辣辣的健身房。压轴跑步机舞蹈，把现场气氛燃起来。哇哦！是哦。哇哦！好辣哦！哎呦呦！哇哦！哇哦！哦，平撑，平撑。哎呦，平撑，平撑，哎呦。哦，法香热区了。La
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y party people in the club. If you go hard, you can't hide. 来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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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！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是，对，看他们忙成忙东忙西的，跑上跑下，走南闯北，对不对？这累不累啊？超累的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累的一场舞，就平常我们都是练大概两分半到三分钟，对，然后他突然跟我说要四分钟，我说你把我当十八岁来操啊，对，然后那个头发要在那里甩头发，对，你完全看不出你的速率是最慢的。甩不起来，到你那一组，我们会加快速度到。甩到点落枕，很晕啊！想要落枕，还有陈宇也是，陈宇辛苦哦。我很怕变托育那个心理的，哦，很怕就是跳到这跌倒会趴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他的身材都很好，好吧？你这两例哈，赶快去处理掉，好不好？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，可以给大家看吗？他这个是，他是真的一副，一副不是假的，要不然你看看，他是一副的，你看嘛，他是整副，真的，对呀，很软吧？触感很好，对啦，他这个是戴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对我穿在身上，哎，这样一套多少啊？1000多块，是有人要购物是不是？你要买是不是？你要买吗？你买一套，买一套，买一套。重要时候舒服穿起来，对。今天表演都非常精彩，好吧？太有才了，谢谢他们。